叫他拿枕头出去也没拿，没义气。竟然有幻觉，一定是看他们玩那些，烦死了。怎么还是你啊？真的是你？昨天晚上想要吓你，然后躺在你的床上，结果就睡着了。这也太……小爱，小爱，你怎么啦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叫那么大声？你要是被我妈跟哥看到就完蛋了，你赶快躲起来，快点，塞不进去！我快走！我们两个吓一跳，以为发生什么事了。我一个人能发生什么事呢？好了，
赶快把床铺整理一下，要上班了啊！好。你看看你衣服也不整好，这柜子都关不起来了。哎，我整理，我整理。妈，你不是要去市场吗？你赶快啦，赶快去。好了，快点啊！嗯。